爸爸三的第三站预告中，金宝刘烨缺席，代父出征的是诺伊妹妹妮娜。这一站母娃们将离开爸爸独立生活，妮娜的出现让胖轩邹明轩不再是节目里最小的娃了。这个突然出现的混血小妹妹也成功吸引了胖轩的注意力，暂时放弃了当夏天的小跟班，转而围着妮娜了。因为工作档期原因，刘烨缺席爸爸三第三站录制，对节目进程并无影响。本来节目就安排爸爸与萌娃分开行动，孩子们要自己照顾自己了。预告片中，诺伊搂着哭着找妈妈的妹妹进行好哥哥风范，刘烨也终于说了句心疼儿子的话，想想我和孩儿他娘都没去福建现场，小诺也是不容易。刘烨不在，三岁的妮娜得到了其他爸爸的一致呵护，胡军帮涂防蚊药水，林永健亲自喂食面包，小卷毛胖轩终于在节目里见到了一个跟他一样有一头卷发的人，做任务时有事没事就找机会和小妮娜搭讪，还趁机偷吻，卷毛 CP 就这么诞生了吗？夜色的新闻中心查报道。